开始上课哈。来，各位浏览器请打开哈。那你可以直接在 Google 搜寻打 code.org。好，那会进到 code.org 的页面哈。那或者呢，如果各位要教程式、要教创客的话，请尽量把我的网页可以放在你的这个首页或是连结的地方，因为我把所有的连结都做在里面了哈。所以你到我的网站，好，这个是我的网站。那这边等一下再讲哈，就是我的网站的右下角这边有很多连结哈，那创客类的都在这个地方。那所以如果你要去 Switch 的官网哈，在这边。那如果要去 code.org 哈，好，都在这边哈。好，那或者是你直接从这边进来，好，从这边进来也可以，好，从这边进来，点进去，然后直接点左上角这个 Mark， 它就会进到 code.org 的网站哈。好，那请各好，那各位进来这个官方网站之后，它会叫你选你的语言哈，所以请你选一下你的繁体中文，繁体字。好，然后这是它的官网，那。一开始我们要登录哈，那你可以用你的那个 Google 或者是 Facebook 的账号去注册，好，去注册，然后注册完之后，里面会有一个设定，注册部分我大概就不用讲了吧哈，这边应该各位老师这边有一个注册哈，登录之后这边有一个注册，那你可以直接用你的 Google 去登录，或用 Facebook 登录，或是微软 MSN 的账号去登录哈，那登录之后。请各位先注册了哈，那注册完之后，等一下登录的地方，我们有一个地方要把你切换成教师的角色，啊，那个地方我会再做说明，好，请各位先登录一下。